都帮我放车上吧，谢谢啊。哦，辛苦。师傅，水泥放这儿啊，加快速度。行。小宁，怎么了？你还记得我跟你说过冰淇淋的事儿吗？我以为顾川签了安乐死的同意书，可是今天宠物店让我去拿退款，说顾川最后改变主意了，没有给冰淇淋打针，而是把他抱走了。我就想问问他到底怎么回事，可是我给他打了两个电话，他都没接。你能不能帮我问问徐总，他知不知道顾川去哪儿了？没听他说呀。妍姐，我现在脑子有点混乱，我总觉得事情没有那么简单，你能不能帮我问问徐总，他到底知不知道顾川去哪了？你真想知道吗？当然啊。哎，妍姐，你是不是知道什么？ 你快说呀。顾川偷偷抱走了冰淇淋，他一个人陪他走过了最后的时光，他没有告诉你，是他害怕你承受不了这样的痛苦。小宁，顾川是在保护你。什么意思啊？这些是他跟你说的，还是你自己猜的？小宁，你别再问了。你有没有想过，现在的顾川，就跟当时的冰淇淋是一样的？你在说什么？什么是一样的？妍姐，你快告诉我吧。小宁，你别再问了。你好好想想你的心愿，用心想，你一定知道他在哪里的。川，你不应该来这儿的。你躲在这修间族屋就应该吗？我只是想帮你重新把祖屋建好而已。你凭什么帮我？你连我都不要了，你完成我的梦想还有什么意义？我真的是太蠢了。我每天在你身边，我应该第一时间知道你身体不好，第一时间反应过来你是在骗我。
不管你知不知道，我们都不可能在一起了。为什么？我不想把你束缚在我的身边，你还可以有更好的未来。我不希望你以后后悔。对，顾川，我没有权利去要求你的人生怎么过，但你也不能要求我的人生。你以为分开就是为我好吗？十年前我们一起经历了什么，你忘了吗？十年后我再次遇到你，我喜欢上你，我爱上你。就算你现在离开我，你不见我了，你觉得我可以忘了你吗？无论任何时候你离开我，对我来说伤痛都是一样的，没有任何区别。但如果你愿意跟我一起走下去，无论走多远，往后的每一天对我来说都是快乐的日子。你现在做这些无非就是想完成我的心愿，然后让我好好生活下去嘛。那你为什么不能用更简单的办法呢？这些事情我们可以一起做。现在你也都知道了，机械心脏留给我的时间不多了。如果换成你是我，你怎么办？如果有一天我突然离开了，你怎么面对？十年前，是你牵着我的手告诉我，鼓励我坚持下去。我为什么没有勇气面对啊？顾川，如果你现在离开我，就真的不会有遗憾吗？我尊重你选择你的人生，但你也要尊重我选择的人生啊。就算没有明天，我也要跟你在一起。冥冥中尘包上空，烟花璀璨的闪烁，冥冥中你的路过，始终都无法掠过。成长让童话全剧终，爱却怎么默默地作弄，怂恿我们在宿命中耐心等候。